觉得走到了世界上面，我们的影子，耶！那我们现在骑在骆驼上，彤彤姐姐骑的是妈妈，你们的胆子也大，我骑的是女儿，小骆驼。啊，你好 ，Hello Hello， 骑在骆驼上，看着夕阳。哇，这是我们的影子。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小骆驼。哎，老板，这个小骆驼叫什么名字呀？它有名字吗？好吧，我为老板服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新朋友。这是一个2岁的小骆驼。但是它没掉下来。Hello。没有完啊。就是，好吧，他现在在自己休息。然后呢，这一位呢是小骆驼的妈妈，大骆驼今年8岁，是童姐的骆驼。对，他是我的骆驼。嗯，他在看着我。哎呦哎呦哎呦！심장이하늘에서땅까지야찔한진자운동을계속하였다첫사랑이었다哦哦，妈呀，妈呀，不累了，童姐怎么办？继续，继续，好，继续走，往前。我觉得在沙漠上面爬就要用平时2倍的力量，因为你要。有摩擦力，但是沙子就把那个摩擦力给减少了。我们昨晚在沙漠里睡了一晚，啊，现在好冷啊！现在好吧，今天都醒得要命了，是吧？日出的时间应该在9分钟之后，然后我们现在在等日出。童姐现在在做一件非常庄严神圣的事情，她要将鸣沙山沙漠的沙带回香港。因为今天天气太阴了，
白沙漠。